所以我必须要帮各位摄影啊，然后我摄影完了之后啊，这个会秀在你们今天晚上看的影片。当然没有。哎呀，讲到身份，我来介绍一下啊。你一二，睡。马上立正站好，所以你们要学会一个马都斯猴这样的招呼语。那塔鲁格族哈，就是因为有这么棒的一个生活规范呢，所以呢，我们永远保持最优良的传统。好。要让你们可以暖身，一定要来暖身。把朵用圈起来，可以当朵。
好，你们全部进场吧。来来，给我给我。啊，我跟各位报告哈，我们家的狗啊，第一次来的流浪猫，红我们比较白。啊，对对对，要收下腹了，你看。OK， 好，我这摄影可以走动了。我也有拍照，也有摄影。好，底下这条溪叫什么溪？出现黑熊，结果呢？出现黑熊之后啊，来，全部进场，我来拍。啊。好，分两批，完了再来大合照，我来拍啊。秀林香，那它跟金色差多远？金色离我家很远，但是秀林香啊，那个金色就在秀林香里边。哦，我们这里就是秀林香，但是我跟金色距离30公里。啊，这么远？嗯。好，没有30，在28。我这边15了，15再加6，21了。上网Google会查。一定要到外头，我到外头，要亮的地方。啊，贵啊，袂歹。对。方便真好，拢无车。是哟。模特儿哦。好，出去出去。脸是黑的，但是有型就好。几个人？好，我们在隧道口解说。转头，再出去一点，再出去一点。好，再出去一点，再出去一点，他脸都黑的。出去，再往外走两步，再往外走，很漂亮哦。一二耶，是有。会长就是这么厉害。哇，随便拍都很美。好，三二一，好。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哈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没事儿。来，全部入镜啊。那个7年前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72岁，他跟他太太两个就来到。我们往前直走，
只要有岔路都往前走，不要向左岔。等一下我马上追到你们。其实我们到上面也一样可以泡冷泉呐、啊。上面有冷泉可以让你泡。当然有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带你们上去。上面的更好。我们上去尿。哇，多数人上来很厉害哦，一半以上的人上来了，有多强啊！人家跟着相机来的。啊，进去进去，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上去，你们上去。这个。随便拍都很美啊，随便拍都很美。对哦，一定要靠自己，靠自己最稳。哇，你第一名！好，过来这边。强，很强很强，有拍到了。好，这边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儿准备跨溪了。哇哦，陆续出现哦。好，可以了。好啊，好，可以。等一下我们要涉溪哈，等一下涉溪，好棒。好，好，可以脱下鞋子泡冷泉哦。赞。好，非常漂亮。
了，这个一下就停了，很快就停了。这个雨是啊，三阶，对。哇，这是这都是我的小山，23个小山。这活动，半日游。没关系，我在摄影。哇，太优秀了，优先生秀啊，已经认证过了，你们都过关了，所以下次来我们可以直接到第三阶，这个第二阶小 case。这漂亮的没照到，好可惜。你要下去拍吗？下去拍，啊，没时间了，对。下次我会把它放在影片里。三室友，好，好，转过来，耶，室友，室友，没有了吧？你们应该要直接去那个了，去那个同茂，你们5点半要用餐呢。擦了。
拜拜，拜拜。